我好想要制造一些烹饪感，泪沟就要把它处理掉。它有个黄金比例，是先用粉色点四点，肤色呢点两点，画在那个泪沟的线上面就完整了。哇塞，差很多哎！要有一个秘密武器，打亮棒。你直接插上去，刚才上的底还是粉的。哎，它很好推耶，很贴很贴。对，刚打了两 cc 的玻尿酸。它的光泽感好好，你好亮哦，你超亮，我很亮吗？你太亮了。